起来，起来。外面雨下的不小啊。大家早上好，这面包车啊，门可以掀起来，真好啊！站在这里，就是一把大雨伞。这个车里你看，一点都不湿啊，真好。之前的时候开那个轻客，门是这样，两边开的。哎呀，那一下雨，那饭就不想做了啊！站在这里一分钟，人就差不多头发湿完了，先把饭做了。小卖部。当时在这当书记，名字叫谢老三。啊，谢老三。名字叫谢。这里面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？哪发生什么事啊？昨天我们在那里是，我说这个屋子里面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？他说五六年前一个就是他们农庄里面就是做事一个阿姨，他说死了里面说，他跟你说，我问他什么原因死，他都不知道。森林康阳小镇，昨天晚上就住在这里。这小易也是啊。看到个当地人，昨天那个事情他也是一直忘不了，一直在问。我们要找林场的工作人员。嗯，就得知之前那个地方啊，住的是一个村支书。对，已经去世十几年了。那个村子已经有二三十号人，后来房子都拆了，人都走了。对，搬迁了。对。然后说他们家有八个兄弟姊妹。对，然后他是排行老三。对 对, 对。大家都叫他谢老三。对对 对, 对。你是把你吓得不行了，昨天晚上我看你这车贴这么近，你贴这么近干什么？啊，你贴这么近干什么？车靠这么近。对不对，我跟你照应的，保护你啊。我怕你晚上。继续深入神农架。现在到达宋洛乡。烫了这，皮子烫了这。没办法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上下路就这个样子。啊？磨热了。那边怎么没有啊？因为这两天一直在这个山上啊，上去下来的，就后面那个山，深山峡谷啊，然后他这个车呢，那个刹车片啊是已经没有了，我叫他不要再浇了，再浇的话容易变形。刹车片磨没之后，就两个铁片在那里磨，磨时间长，就他那个盘子啊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盘，那个还会磨凹进去，那也不太行。现在我一个人去山上问问看有没有修理厂。他的车尽量少跑一些路。神农架农商银行，看一下坐标。神农架林区宋洛乡啊，这有没有汽修厂啊，姐？汽修厂？修车的地方。这里没有，就去松柏了。就顺着这个路下去。哎，师傅，这有没有修汽车的地方啊？修理厂？那这里没有。没有。啊，你可以到松柏那边。哦，好。这里没有修理厂。行，好，谢谢啊。这没有，那松柏才有。松柏才有修车的。嗯。这里没有修车的修理厂。就没得修车的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
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你尽量不要刹车就没事。螺丝啊，我拔一下。啥螺丝啊？怎么这？你看这，吐气都冒烟。那没事，那就是没刹车片了。你尽量少刹车，知道吧？车停在路边了，大伙儿看看下面，就是神农架林区政府所在地松柏镇啊。确实房子也多了，也热闹了。这次穿越呢就圆满成功了啊。其实最后应该还有30%的路吧。小月那个车呢确实没有办法了，他那个走的时候也是一响一响的，只能加快脚步去修车了。这条路的话，像我这个车5米多的车，5米2长，怎么说呢，还是有点费劲的，因为山过去那个路树枝啊全部挂着车。如果说你不心疼车的话，像我这个2米高5米2长确实可以啊。如果说你再长点6米长房车的话，再宽点的话，那确实不行了。我这个车宽是将近1米9的车宽。小月的车在前面，我让他尽量不要刹车，如果非要刹的话用手刹刹。你看他挂的应该是个1档吧，或者是2档，慢慢走。你帮我找个修理厂，后面是修理厂。先吃饭还是先修车？先修车。汽修厂啊，我靠，现在声音越来越大。哎，走。没了是吧？刹车片。这个车师傅说盘都拉了啊，拉了就是磨住了还是变形了？刹车片磨完了，磨到腿了。哦，磨完了，这刹车片磨的一点都没了。我在老家换这个60块钱一对。这里是给老板说了说，老板帮个忙，240，给换一换。你看你这盘里面都磨得成这样了。现在外面跟里面都不一样了，对，凹进去了啊。没，你这个盘，我这一路从那个没有刹车，我没刹车，对，我一路2档滑过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没踩过刹车。你看我刚不敢踩，我把轮胎拆了就给掉了，我都不敢踩刹车，你知道吗？2档滑坡，然后2档滑行。嗯，要跑快的话，它掉出来给你卡住了，你完蛋，影响安全是吧？我们这个地方东西好。你那还好没把片子抛掉哦，抛掉的话会怎么样？把你卡死，卡轮子知道？卡死轮子不动了是吧？打坏了，把轮圈打坏了。好好好好好，这次搞好就行。舒服了？对，先吃饭去。很好。惠民小吃。今天的午饭回锅肉，还有个韭菜炒鸡蛋啊。对，肚子吃饱了吧？吃饱了，你天天要我吃2碗饭，我在家里吃半碗的，你天天把我撑得像个如来佛一样的。多吃一点，咱们生活条件艰苦知道吧，好不容易下馆子吃一顿，吃个好的。是的，说真的啊，这才比较幸运的。对，那师傅也说了，你要是那掉下来之后它会卡到轮子。对，你想想那个路旁边就是悬崖，弄不好阴沟里翻船，翻到谷底了，知道吧？是不是？对，不幸中的万幸。是。然后我们这运气也挺好的，对，来到这里了，天也阴了，也下雨了，在山上的时候呢，都是晴空万里。对。总的来说还是不错。是的，嗯，是的。感觉这几天怎么样？感觉啊，感觉这里面好神秘的。神秘啊。对。咱们在里边3天吧。时间过得快不快？太快了。还有很多，小乡村啦，古村落啦。对，那些小道啊，我们还来不及去看一下，就跟做梦的一样啊。对。对，回想，就今天早上还在那
那么远的地方。然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人家还认识我们，哎，你们昨天晚上没看到去哪里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关心一下我们。对，本来那里就少，突然多了两个人，他们也知道。对对对对，毕竟每天进进出出也就那几个人，都是他们自己对熟人是吧？对，很少有陌生人进去的。我们现在可以说就来到城市了啊，神农架的松柏镇，这里也是神农架政府所在地啊。你在这里你待一个月也没人问你一句，知道吧？对对对，还是村里边朴实。对对对。小雨绵绵，先坐在车上吧，看看停在哪里啊？停在路边啊也不行，车太多了。